啦。第33季第二集，咁我就企咗喺度玩嘅。咁點解會企喺度玩咧？平靚正系列。有叫賣賣貨，我要申報利益先啦。呢三件咧，我係持有嘅。哦，我申報你呢三件我係冇持有嘅。香港係買到嘅，係啊，都買到。最後出貨反而係初號機喎，係嘛？係啊，係啊，我係持有嘅少少，係持咗少少。點解會持有咧？可以解釋一下啦。點解即係個問題調翻轉頭問啊？點解唔持有啊？因為呢三隻放大貨喎，而家係啊，我真係點解唔持有啊？因為呢三隻你話所有嘅計曬以前所有出過 ever 嘅玩具，呢隻性價比基本上係頭三甲啊，即係個性價比嗱。咁當然你話唔係喎，如果我砌嗰隻 ROG 咁靚啦，咁但係要砌啦，同埋都真係幾多錢啊，大佬 ROG？ 我撇開嗰樣嘢唔講啊，嗰啲係太細粒，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去玩會比較難啲。當然佢砌出嚟係仔細嘅，但係亦都有啲位咧，如果你唔落膠出就會啦。呢個咧。有些人就話你砌的時候咧 ，Europa 今次呢個就話要用大力金剛子，咁係嘅，咁但係喺我嚟講咧係可接受範圍之內，咁所以同埋如果你想話俾人聽，你手指好大力啫，同埋我哋操玩咧一流啊，即係呢一隻一流。呢個即係點操玩都得啊？點解咧？咁啊由鍾哥，既然你即係已經持有咗，你就可以索性。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玩具的喜悦啦！咁我哋有鏡頭啊，睇下的個方向。你嗰邊，阿德哥你嚟啦！阿德哥，我同摩卡講下個古仔啦，因為即係話個個講完都鬧交。而家過咗廿幾年，我覺得好啲啦，係嘛？係啊，仍然都係各有各講嘅。都係粉絲嘅年紀都大咗少少啊。各有各講，因為最近之前我都講咗啦，我話我最近咧就由頭到尾將95年個電視版啦。97、98嗰個電影版啦，再加埋07年個，我冇記應該07年開始嗰四個新嘅電影版啦。咁我重新一次過睇過曬，咁然之後再上網不斷聽人哋講，再講翻。咁其實咧嗰、那個成個體會同以前廿幾30年前睇係真係唔同咗嘅，即係成個感覺係唔同咗。以前就都覺得自己係真摯，而家就覺得係敵唔堂啊。唔係以前係覺得自己是一個觀眾啊，而家今次睇純粹真係好想了解庵爺壽命啊。因為我覺得你好深入喎，睇得成個古仔你可以用好多角度去講嘅，即係今次Eva 呢個好多角度可以去講嘅。關於個故事內容啦，關於究竟佢嘅隱喻係乜嘢啦，係講宗教。是講心理一個人的成長，你可以用很多角度去講嘅，所以正話德哥講話個個傾完都好似鬧交，就是我講緊心理角度，你就用一個宗教角度去睇，咁兩個咪傾唔到嘴咯。咁其實我覺得最歸根究底就係點解庵野壽明會創作咗 Eva 出嚟，而點解喺95年個版本同07年嘅新叫新電影版裏邊？嗰、那個分別點解會出現呢、這、一個？其實你只要了解庵野壽明，你就知點解會有 Eva 噶啦。好啦，咁啊，終於有 Dead Air 嘅情況之下咧，我都轉咗個圈俾大家睇呢一個二號機，幾多錢？我中國1999。呢個可能會有十零廿蚊上落嘅嚇。啲進取啲嘅電售商可能會再平啲。唔係喎，係睇下係邊只喎？初號機有啲人放貴啲喎。係啦，咁啊，見到其實喺外形嚟講，199或者兩嚿水，俾啲咩嘢你咧，就喺曬呢一度啦。成件事聽完個價錢嚟講之後，我都覺得係瘋狂嘅。喐下。如果大家有 robot 雲的話呢，其實它的可動性基本上和 robot 雲的分別是不大的，而它也都精妙地將上面原本比較少做的橫切呢，就收埋了在這個膊頭位那裡，所以基本上它所有的動作上肢嚟講，佢都已經做曬啦。你睇下條腰嘅可動性，我掹翻起兩隻手趌翻高，你就會見到佢條腰每一節都做翻足俾你嘅。左右更加唔使講，佢獨立左右都有輕微嘅轉動。不過真係要講佢嗰個腰嘅橫軸嘅轉咧，就主要靠呢一節關節。
咬完上半身，根本下半身都不需要多介紹。是啊，因為以 Eva 本身的設計，其實它只要很原汁原味地將它的設計 show 出來的話，它的可動性你掹甩就掹甩，你不需要有什麼鏡的，根本就包括它就搞定。而本身的髋關節亦都有預留比較多的位置，和中間有一個上下的移動關節，令到它那個腳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很大幅的動作。當然左右上格雲頓，又甩了，不要緊，再包括它上格雲頓式的真男人 pose 呢，就麻煩一點，最多都是這樣的，因為始終它的大髀兩邊夾呢有少少頂翻住條腰啊。沒錯，那重點就是隻嘢玩都是這樣玩的，你是揈點揈呢它都不會說即係甩手啊、甩腳啊，佢喺關節嗰個調教鬆緊度亦都處理得好好，包括呢一個最重要嘅腳踝關節，因為佢其實雖然話就話全膠煙啦，但係本身上半身有翻咁上下重量，呢、這、一個腳踝關節唔實嘅話就好易撲街嘅，佢就唔需要擔心啦。咁啊，沃卡可以擺埋隻初號機過去，咁我睇埋擺咗個 pose 先。咁的而且確，你話嗰個關節方面咧，我自己覺得即係因為呢個係呢係即係我當佢模型咁睇啦，定係當佢即係我覺得係模型咯。佢而家係係啦，因為問題就係唔知用要用咩方，即係邊個方向去討論呢樣嘢。咁我覺得佢其實就係用嗰個模型與玩具之間嘅。企位咁可動性方面就應該可以話係合格有餘嘅，咁特別係好似阿德哥啱咁講啊，我覺得條腰嗱呢個腰位大家都睇到啦。咁扭起上嚟咧，其實暫時嚟講咧就偏緊嘅，咁唔知係因為啱砌起啦，我相信都係新鮮滾熱辣啦。咁你話如果真係有玩起嘅時候，你覺得有啲地方太緊的話咧，咁即係如果係當砌太緊啊，唔使太擔心。係啦，咁啊玩下就玩玩下就會鬆噶啦，基本上。咁反而咧，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就似乎係唔知點解啱啱見阿德哥玩二肉機同埋呢個初號機都係左邊嗰個大髀好似髋關節好容易甩，因為就係佢嗰個夾咧，大髀夾咧，佢做高咗，做翻高啲似翻嗰個設定噶嘛。咁所以一喐咧，其實就頂到條腰啊。啊，或者係又或者其實佢嗰、那個，其實我可能我應該係要呃入少少啊，因為你玩嘅時候咧，你好容易為咗即係攞嗰個可動性咧，你會扭下扭下，你將個波咧慢慢褪出嚟。咁如果你呃到呃翻入最入的話咧，其實就唔會咁易甩。但係咧，如果你呃到最入的話咧，咁、那個可動性就其實唔係太大咯，變咗個大髀其實我應該抹到最大嘅啦。因為 yellow part 咧，其實佢都分咗幾條 line 噶嘛，咁佢呢一個咧應該係比較唔係一個高規格去出 Eva 嘅。係，今次即係呢一次出，我覺得佢會有一個可能會貴少少嘅。係啦，所以就期待佢會大，期待佢下一次咧就會用一個佢即係 yellow part 裏邊高規格嗰條 line 去出一次 Eva。我就期待，咁同埋今次出呢、這個零號機、二號機、初號機咧，咁佢都係附送呢個整備架嘅，係。整備架當然有天線啦。你可以插埋落個零號機度喎。係啊。零號機未介紹喎，陰公。咁零號機就算喺電視版又好，電影版又好，其實佢都係曝光率偏低，但係咧出親場都有分數嘅。嗯。通常都比較悲慘嘅。有在個精神病院度自己撞個頭埋牆啊！撞到頭破血流啊！咁樣啦。啊，幾時會出埋藍色嘅初號？咁同埋今次佢呢一個咧，有一個我覺得幾窩心嘅設計，就係佢個整備架咧。係、哦、啊，下面其實下邊就有呢個打開打得開有個盒。但佢有啲咩 parts 需要？有冇啲手型啊？手型咯，有手型嘅。係啊，就可以放曬落去，咁你就唔使驚唔見啦。因為我就即係喺度諗，佢會唔會遲啲會出一 part 係淨係兵器咧？佢有每個都有八隻手嘅，九成啊！佢個盾啊，呢、這、一個個支咁嘅羊電子炮啊，盾啊嗰啲加槍啊，唔見哦！朗基勞斯之槍，佢會唔會開始仿效即係其他品牌要網上 P DLC 係咪啊？係啦，我上次反映過啊，俾佢哋啊，我希望除咗即係希望出齊曬咁多個科音戰士之外，因為佢今次出係新電影版啊嘛，係希望佢出齊曬咁多個。版本之外咧，可以出埋嗰架運輸車同埋嗰架運輸飛機就好啦。哇！哇！係喎，嗰個一打打，哇！嗰個真係好巨型喎。係啊，但係因為未有人出過啊嘛，架飛機同運輸車。呢個又真係喂揾到食嘅喎。嗯，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啲神作，因為嗰個神作嘅經典就係咁喎，即係好似古大人突然之間唔單止個故事啦、機設啦、人設啦，佢連嗰啲配樂咧都突然之間彈咗啲哇，好令你覺得好深刻、好創新嘅。即係你見到嗰個畫面就會聽到啲聲音。係啊，所以咧我嗰陣時睇阿啱美秀明嗰套特攝電影嘅《真哥師奶》，咁佢個配樂咧有一段係用翻 Eva 嘅配樂嘅，所以我聽嘅時候突然間個人彈一彈，我話咦點解會咁樣？因為同一個宇宙，所以同一個宇宙嚟嘅原來係。咁啊，大家都有睇到嘅話，咁暗夜跟住要玩嘅就係大和號。嗯，係咪大和號？我冇記錯啊。而家佢嗰日去做嗰個 kick off 啫，即係佢出席嗰個記招，希望唔係啦。佢講明話佢嘅餘生就係要拍呢一套嘢喎，剩翻低嘅時間講到好大喎。希望佢但係有新動畫啊，好似大和號係咪？唔係，佢而家不嬲都有新動畫。佢喺2019即係十二年前啦。係2012年嘅時候，佢重新再畫過嘅。哦，咁而家呢一個咧就緊接嗰個系列一路3199啊，係咪3019唔記得咗，個名字。總之就九啦。咁唔係古代進㗎咯，都係古代進，都係古代。嚇，古代進二世，古代進三。我未睇啊嗰個，但我見到嗰個設定都仲係古代進嘅，所以都驚驚地。跟住下一套要玩嘅會係咩後果呢？我覺得佢呢個如果佢有啲貼紙或者水貼嘅 marking 咧，就仲更正，更加靚仔啲啊，係。即係我哋會有印象，好驚前備喎，後備1999黐線嘅成件事。咁同埋冇嘢需要介紹，享受啊！咁佢而家都有先提供咧，就話有啲地方都可能平少少買到，早料優惠。係啊，咁但係都係嗰句啊，初號機咧個價就可能會穩少少嘅，因為永遠都係嗰句主角機咁。冇錯，你有種咪出埋13號機咯。波卡，你誒點樣評價？我覺得以平價產品同埋有咁上下高，因為佢都係即係 MG 咁嘅高度啦，咁都係公道嘅，係啦。咁希望技術上如果可以即係鬆緊度啊嗰啲嘢可以或者嗰啲夾口啦，因為我見到佢有啲夾口好似都係都幾顯眼，仲係有罅嘅。咁如果即係呢啲嘢都可以改善埋咧，咁就完美咯。咁到嗰套劇咧，或者個電影咧？我未翻睇，我唔同你啊！中國，我知道就係好多時間先搞得掂啊，大佬。多年來咧，喺網上都有講話，啲玩具動漫迷咧有一句口頭禪，就係話咧呢啲嘢咧，我退休之後就做啦，退休之後做。咁啊，鐘哥就係人版啦，退休我真係做啦，就真係做嘅原來。講得出做得到就真男人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當年細個睇，雖然我唔可以叫細個啦，《福音戰士》咧，其實我嗰時最大嘅震撼係個剪接。即係動漫嘅剪接，嗰個係你唔覺得個節奏啊？尤其是睇第一集嘅時候咧，嗰個節奏感啊，係睇平時睇動畫係冇咁強烈咯。好明顯你睇好一個金敏一個暗夜咧，你就有感覺就係哇呢條友玩嘢，即係有個好強烈嘅感覺，佢玩嘢。我諗起Dan to Dan 嗱，Dan to Dan 係啦，而家你好多嘢都係呢一種嘅承繼咗呢一個咁嘅風氣咯，就係將動畫好唔老實咁樣去玩好多技巧、好多花巧，好令人即係目不暇給、好緣目嘅嘢咯。咁啊，嚟緊會唔會有啲即係相對應嘅作品令到大家哇一聲咧？咁啊，拭目以待啦。好難啊！我覺得真係有點而難。真係有點遠。唔係，我覺得即係大膽團呢個係做到嘅。第一集咯，係膽大黨啊，係膽大黨。哇！佢呢個譯名真係好嘢。我今日晏晝食飯就發現咗樣嘢。但我咁講咧，唔好用呢個 judge 我啦。原來網上已經流出咗6集。膽大黨係啊。係咩？我睇3集啦已經。哇！係啊，勁喎！但係你覺得套嘢有冇？即係除咗第一集之外，你覺得個評價係咪同第一集咁好呢？因為係流出版，個畫質差少少，所以可能影響咗個觀感。所以話咧，網上啊，佢流出咗呢個巨靈神 U 嘅全部13集啦，你睇咗幾多集啊？嗱，嗰度人睇，即係起碼吸到你去，證明真係好睇。好啦，咁啊，今日介紹住咁多先，係，咁啊，轉頭見，係繼續蛙人生日快樂嘅。系，喂！每一次，每一次完咗我都可以 subscribe 啊，系啊，啊小叶啦，系啊，爸爸，大家 share subscribe， 俾个 like 啊，俾啲 comment 我哋，唔该晒，祝巴人生日快乐。系咁啊，同埋都可以用实际嘅支援呢一个巴人生日嘅。同埋有位观众叫做 XXXX 啊，佢话四眼白色但冇个生日快乐啊，咁样。你啊，巴人，识玩啊，识玩啊 ，OK， 转头见。Voice TV をご覧の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しだねねです。ザ・仮面ライダー展の海外初展示となる香港での開催、スペシャルアンバサダーに就任できてとっ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参加できたこと、とても光栄です。インキュベースアリーナにて開催中ですので、ぜひ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待ってます。